9:39了，朋友们，西班牙时间9:39，4月12号，给大家看看这个啊，相当的可怕，触目惊心。这是一个，像是一个餐馆吧，像是一个餐馆的这个室内的监控探头啊，大家往下看。这有一个胖大姐，像是餐馆的老板之类的。我看她写的是星期六4月2号2022年。这来了一个小伙子，是吧，有人问你吃点啥呀，哎，他怎么戴上口罩了，哎，戴上手套了，你看他要干嘛。他带了一个包，一个双肩背的包，看见了吗？这个应该就是那个核酸试剂吧，我是没用过这些东西啊，我也没打过疫苗，也没做过核酸啊，应该是这东西。你看他在看周围人的动静，你看他在干嘛，似乎是在投毒啊。你看，应该是把那些病毒涂抹在那些本来是没毛病的人的那些试剂上，是吧？就这么一段是吧，你看他穿的衣服，不可能不像东北地区是吧，可能像是中国的中部地区吧，看他穿的那衣服的厚度是吧，4月2号显示那是10天前，像是在投毒是吧，哪位给高人给解释解释啊，反正我看着像是在投毒。